戴帽可以追逐潮流，可以御寒保暖，但是有一种人戴的帽特别令人刮目相看。塔利夏是巴基斯坦人，由出世开始他已经住在香港，可以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。是啊是啊，香港出世的全部。塔利夏毕业之后找极都找不到工，问题就在他戴帽。一个地方我记得他们是他们是请我呢，即是跟我 interview 呢，是跟我很开心的。他说 OK OK， 跟着我问他一个问题呢，我说我可不可以穿这个 hijab 啊，即是这样，我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穿那个 niqab。 那他说我会迟些跟你打电话，我问下人哋先啦。咁佢不嬲，我冇打俾我。我唔系几即系嗰阵时我唔系几开心咯。不过我谂如果系即系住喺香港要一定要搵食咯，即系冇办法啦。他现在在伊斯兰联会开的幼稚园做老师，未找到这份工之前，他每次见工都为头筋头痛。还有一个地方我都是 教英文的，他们请我呢。不过我记得那天呢，我就是在 interview 之前即是几分钟之前呢，我是想着脆不脆的，脆不脆的，脆不脆的，我真的有这样想，我说脆不脆的，脆不脆。跟着呢是他叫哦到你了 interview， 那我是脆了先进去。